个地方有很多虫子，如果营地突然下起雨了，也没地方躲雨。我就是想去露营嘛，为什么不去啊？我都准备好了。而且你想象一下，我们带着这么齐全的东西去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搭帐篷，搭小椅子、桌子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谁打给你了？妈妈。看着放在帐篷里啊？对啊，我在露营嘛。哎呦，好舒服！你转一圈，让妈妈看看。我和你爸爸还想抽空去露营呢。啊？那个，这就是帐篷。这个是厨房，这一片，房间在那边，就是这样啦。让动。怎么了？感觉每天都得见到你，一天见不到你就好想你。你是不是和段嘉许谈恋爱了？妈妈都看见了。你们家目前这个情况，我跟这只猫确实是有点过敏。明白，这个我特别能理解，叔叔。他家里的事情不是他可以去选择的。他已经受到很多偏见了。我们的感情不是一时兴起，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我不是来颐和上了大学之后才喜欢你的，我那是骗你的。这个是我小时候写的秘密。我有一个秘密，我好像喜欢上他了。